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我是小黄，欢迎收看这期的视频。可以看到外面好大的太阳，今天的天气也是特别的炎热。今天的这个视频是小妹帮忙拍的，因为我加到剪影里面了，只有七分钟。我这边规定的视频的时长要在八分钟以上啊，就是不低于八分钟，因为我这边还签约了外网的平台嘛，所以就是说跟你们聊一下。他在家面拍一些视频传到网盘那里给我，然后就我自己加上来剪嘛，自己发布嘛，因为剪作品这些妹妹会剪，但是发布这些他不太懂，因为要选封面啊标题这些，然后就分享一些他跟妈妈在家的生活日常给你们看，喜欢的话就多多的关注一下啊。他也快要放暑假了，好像是6月26号放暑假，还有半个多月就要放暑假了。放了暑假之后，看一下他要去打暑假工吗？还是来柳州这边？我也可以给他推荐一些暑假工，让他去体验一下。出来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，可以叫他去饭店那里，去我朋友的饭店那边做服务员，因为自己在这边能看着妹妹就踏实一点了。因为自己也是很小的时候不懂事就出社会了，叛逆期，哎呀，青春就这样子过了，一转眼就十年了。镜头就分享到这里，我还要去忙其他事情啊。喜欢的记得关注一下。妈妈在这里煮饭。你累积量啦，冇打了的。因为冇洗几多了。我呢就打荔枝药，打那个鸡嘴王什么的。你看那个呢？改用了，改用了，改用。那个是吗？改用了。你的没有啊？你看的，打个地址，你看，一桶加两勺。拿荔枝呀。已经打好了，还有些很高的都打不了。现在又去那边打，那里还有很多颗，有些很高的都打不了，只有打那些矮的就行了。好多啊。一点一点的拉，先拉水管过去，然后再拉这些药过去，拉过来，都倒完一半了，然后开始打荔枝药，看都红了。
里也有栗子，都红了，就是还没可以吃，还有点酸，再等几十天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好久都没有来这里看过，长满了草。有些都放在地上。这里还有一棵，龙眼也有很多。已经逛了。这还没打药，都没有什么虫，你看。很多那些包粽子的叶可以拿来叠住那个肉，然后再包的，你看很多栗子。等放假了再把它全部砍完，要把那些草除完。也有很多龙眼，准备回家。现在要拿它去清洗一下，洗完澡了，过来吃晚饭，吃烧鸭，喵喵喵。